三十年好友传讯息聊天，原来都是有目的。昨天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跟他认识已经就是三十年了。他就打来说要看马丹娜演唱会吗？他这一次来啊，我也好期待他的新歌什么什么。试过多少年了，多少年，所以你有票吗？结果他是来跟我说话。精彩内容请锁定《女人我最大》。